我在许多奇怪的梦里见过你们，你们因缘际会走到一起，怀着各不相同之名，求位列仙班。你执着后世传送之名，求位列仙班。你想跳出三界之外，图个清净自在。还有你，无所挂碍，吃顿饱饭便善哉善哉。可我早就看穿了你们。 满嘴的情怀大义，一心的世俗名利，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不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。<笑>可悲的奇经人呐、啊，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，终有一天，他将化为修行路上。 Let's go.
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为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盂兰会上，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，放情纵欲。要我说，放屁。自杀生仇恨，无止息，无头大，强弱邪淫，一切有情皆孽，无妄语，梦幻泡影，不禅求，又不掌落无常，不单乐，方华常，不参眠，无苦不得解脱，无纵欲，诸行了无生趣。
既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有了此番轮回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